嗨，你好，我是牛奶爸。今天是2015年12月5号，星期六。那因为今天是假日，所以呢，本来不太想录影片的。可是呢，我想，问题不要累积太多，不然以后影片会讲不完。那我今天先看一个问题，是有人说，请问如何将新的客户群的手机号一次转入 LINE， 转到 LINE 里面哦？比较快的方法就是，如果你有他的手机号码的话，然后我自己的方法是这样啦，就是我把它，因为我是那个 Google 手机嘛，就 Android 的手机嘛，所以我是直接把我的联络人的手机全部都上传到我的 Gmail 的通讯录，因为 Gmail 里面的联络人通讯录，它可以跟我的手机直接做同步，然后以后如果手机换掉，我的联络人不会因为这样而消失，他还是会再同步回来手机。那只要手机里面有这个联络人的手的那个行动电话号码的话呢，他就会自动去媒合你自己的这些联络人到 LINE 里面去。好，这是我觉得比较快的方法。第二个问题，要怎么样申请自己想要的命名？哦，他讲的是 LINE 的生活圈的那个 ID 啦。这个我们之前有录过了，你可以再去看一下我的部落格里面的影片，去搜寻一下那个申请专属 ID 的那个部分。那可以大概讲一下，就是在 Light 的后台里面有一个，我看一下哦，在管理的地方有一个加值服务，在加值服务里面，然后你就可以去购买 ID 或者是推广方案。 ID 的话就是小老鼠后面的那个名称可以自定，然后大概798块吧，之前有特价，之前有特价好像才400块 ,9 月1号的时候，而现在已经好像恢复原价了700多块。然后推广方案就是指每个月的可以发5万则讯息，那个叫推广方案，是798块。如何在 PC 用 Line at？ 哦，在 PC 用 Line at 很简单，就是去 Google 一下 Line at， 就是 Line 小老鼠，你去 Google 一下 Line 小老鼠，你就会看到第一个就是 Line at 的官方网站。不是 LINE 的官方网站哦，是 LINE@ 的官方网站。那最底下有一个后台管理，还是管理后台，反正一样，就是后台管理。点那个后台管理就可以到 LINE@ 的后台管理去了哈。那是电脑版的，不是手机版的。那电脑版跟手机版最大的不同就是，电脑版可以去发送优惠券啊，或者是发送图文讯息，但是在手机是没有办法做这个功能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，如果你要跟别人一对一互动聊天的话，只有手机可以用，没有办法用电脑。哦，这是目前大家最大的困扰。然后 LINE 好像也没有要解决的感觉。我已经反映很多次，已经很多人在反映了。那不晓得啦，他们以后不晓得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。就是他，访客他们一对一回复讯息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够用手机去回他，没有办法在电脑里面去回对方。哦，所以这个很麻烦，因为手机打字不好打嘛，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啦。我看那个七十几年是八十几年制的人，他在手机上面打那个键盘，好像我在电脑打键盘一样快哦。所以我没办法，我还是习惯用电脑。所以为什么有人问问题的时候，我干脆直接录影一起回答比较快哦？因为我这样一个一个回答，哇，真的很痛苦啊！因为我没有办法在手机里面打字打那么快。奶爸你好。Line at 的行销是否各行各业都适用？那游泳池的行业要如何用 Line at 呢？这个问题哈，其实应该不能讲说哪一个行业适合用，哪一个行业不适合用，应该是说你的客户有没有人在使用 Line， 有没有人在使用 Line？ 如果有的话呢，你可不可以用 Line 发讯息给对方？那对方就会看到嘛。除非你的客户他都不使用 Line。可是因为 LINE 目前在台湾几乎已经，因为号称1700万人，所以几乎每个有智慧型手机的人都有 LINE 啊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啦，不管各行各业，只要你有他的 LINE， 你有办法，他如果有加入你的好友粉丝的话，你发讯息他看得到，那当然就有触及率了嘛。那再来行销的功夫就是看你的文案下手啊，你的文案写得好不好啊，你提供的资讯他喜不喜欢啊，这个就跟行销有相关了，并不是说哪个工具可以用在哪个行业，没这回事啦。只要是人的话，你都是必须要有一个沟通工具可以跟对方沟通。那
简讯也是工具啊，电话也是工具啊。你说那我的电话可不可以用在哪个行业？哪个行业不适合？不一定嘛。其实要看你跟对方沟通，对方用的是什么工具。那对方如果有在使用 LINE 的话，那当然 OK 啊。游泳池行业如何行销？游泳池行业哦，你是要找会员吗？像健身房他们要找会员，那其实一样啊。你要讲出你的特色在哪里啊？你的特色在哪里？游泳池那么多个，你的特色在哪里？其实游泳池应该不难竞争吧？我觉得，因为地方不多啊，像桃园市游泳池才那几个而已，你能怎么选？一般人都是照着地区去选择嘛，一定是挑比较近的，然后比较卫生、比较干净的，没有什么别的好挑啦。那重点是，游泳池的重点，我觉得应该是曝光率吧。你不要说我家旁边就有一个游泳池，结果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哦、那就表示你的曝光度实在太差了，行销做得太差了。那你如果去打广告的话，你可以譬如说在脸书上面打广告，你可以针对桃园市区，或者是你的游泳池在台北市，你就针对台北市区去打广告，因为不太可能外地人来这边游嘛，你就针对锁定区域去打广告就好了。你没有必要说打到全省，打到全世界，那你是烧钱浪费掉了广告费。好，这是简单的回答齁。好，因为放假了，所以问问题的人也不太多。那这个上面，我在左边，上面，这是我的新书，这个月会推出。然后呢，请密切注意，我会有一个特价优惠的讯息。如果你有买书的话呢，你可以拍张照片跟书的合照给我。你不要在书店里面拍哦，你要买回去在家里面拍哦，不要糊弄我。然后拍完之后呢，把那个照片回传给我哈，你用 LINE 讯息回传给我。那我会给你一个优惠方案，这个优惠方案是什么呢？等我确定书什么时候上市的时候，我再告诉你。OK， 好，网络行销八点档，牛奶爸与你下次再会，拜拜。